都说女人拒绝一个男人的方式千千万，偏偏好人卡成了他们惯用手段。对不起，你是个好人，对不起，我配不上你。其实内心的潜台词就是，契丹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没门。女人就是这样一个生物，她们拒绝一件事情，不会明目张胆的拒绝，总是试图通过一些暗示来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。同样，即使是她们对一个男生有意思，也会通过种种的暗示来表达心意。为什么有的男生追女生往往很容易，而有的男生被频发好人卡呢？在我看来，前面的那一类男生是欲追，而后面的那一类男生才是真的懂得如何追女生。两者的区别在哪？接下李学长为大家一一分解。一，你对女生的好是不是真的好？